我一直很恨蔡康永。Until right now， 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跟他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的第一天，他就要叫我拍 fucking 哭戏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了配合。林志玲，因为他后面没有档期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林志玲害的。林志玲，